要骂才出金，我看丁特一直骂，不是，我今天已经骂整场了，哎，不是我骂那个 W， 那我刚刚很气耶，我刚刚 W 那个我想到我就很气耶，是真的很气那种哎，就觉得干当初怎么会在那边按那个指示按的那么开心啊，到底是哪边卡到音啊？最近这个 HeToo 感觉越来越贵了，开始礼包越出越多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，以前一个月一个礼拜可能只要花个一两万，现在感觉一个礼拜都要花个快10万了。礼包越来越香，但是你可以价格不变啊，然后把里面的东西变多啊。比 W 贵吗？还不至于啦， W 那个没有人可以超越啦， W 那个一个月50万，这边我觉得一个月应该也要20-30万，至少保底20。先抽豆魂还是先抽变身娃娃？豆魂有119抽，哎，上次低了20万赚什么都没有，又到我最期待的时候，有可能会抽到金豆魂吗？我真的蛮想要金豆魂的，因为那个金豆魂很强，但我现在还在用紫色的。哦，打雷了，打雷了！哇，想说要中金呢？哎，怎么没有金的？这样我累积也抽了不少抽了，哎，5712次，哎，保底是15000，哎，我已经抽了5700抽了，还抽不到，妖虚，抽豆魂这么黑不靠北下，没差啦，我想说75级之后成就就会送了啊，早拿到晚拿到而已，都会拿到，但是能抽到当然是最好啦。加15技点祝福会跳2嘛？会，但几率很低啊，8%，跳1是16%，跳2是8%，不变是8%，所以加起来就是有33%的机会不会爆，但是只有25%的机会会过，就是你要点的话只有25%的机会会过。但其实啊，我后来看一看啊，其实也不一定要点，我觉得加12雨果的信念加，就算他跳12好了啦，你看只多了27点，武器攻击力你要应该要除以2，因为他这个武器攻击力是会随机跳的，所以你取中间值，武器攻击力算8，基本攻击力11，这样差19点攻击力，那，啊，命中差2，现在命中也有点溢出了。19点攻击力，你要去赌那个1/4，然后一把伺服器唯一一把加10金武，值得吗？好不好？分析给你们听的，是你们会点吗？良心建议别点，有，我感受到你的良心了，你算是我们少数有良心的观众啊，不然每个都想要看我点下去。你看我已经从5+被你们拱到10了，哎，还不够吗？仁至义尽，哎，10我已经很满足了啦。哎，还是我们现在按那个万灵药，感觉好像可以按一下。这个抽卡这么黑，来哦，3838点哦，碎啦，碎啦，3中2，有没有这个 T2 这个制作，这个抽卡合卡的几率是真的有感啊，不像那个该死的 W， 什么5%按68次。你认真说 W 是比较好玩， W 当然好玩啊，问题是贵啊，兄弟，千万在花的，欸，不是开玩笑的，欸，好玩 我不否认啊，我现在工商 E2 我也说 W 是真的好玩啊，问题就是贵啊， W 和 E2 各花100的感觉，其实 W 还是算比较好玩，但是 W 就是讨厌他会出一堆让人傻眼且一定要花的东西。我觉得 W 要花100好玩是前期，就是前期你花100会很有体验，但是你说现在这个后期你花100真的没什么体验，欸，后期你要我在 W 花100跟在这边花100，假设我都还在玩，我会宁愿花在这里会提升比较有感。你在 W 花100你能提升什么东西？你一张第八张都按不出来，欸，全部都丢水沟。而且 W 最让人堵拦的就是，就是这个真的要开视频，我觉得 W 最让人堵拦的就是那个商城制作，什么紫记经济紫装金装所有东西商城直接买那个药水按就好了，但是 T2 不一样，欸，T2 没有商城制作这种东西，欸，你要按金武有，但是你要按金武你要先收集到这些材料，这些东西要打完，你没有办法说你砸多少钱然后可以无限按，它是要收集这个材料，这王很难掉的，你知道吗？按的几率只有 10%， 一样是要赌几率，但是你要收集很多材料，不是无限的，光是这个金色的东西就是不能从商城取得，不能说你有钱想买几颗就几颗，它是要打王还要看王的心情，我觉得这是差别，你知道吗？ W 就是什么东西你商城都可以取得啊，就是你没有打王的意义了，你就算跟敌盟有仇好你去撞个王，那是为了什么？也不是为了宝啊，因为什么东西商城都有啊。那我觉得 T2 好玩是好玩在这里啦， W 就是一直制作一直撞商城啊，现在回头看真的觉得很智障。我知道有些人，哦，可能就是很吃天堂的 IP， 但是你把天堂这个 IP 拿掉你就会觉得那个游戏就是一坨屎，
我知道你们很吃天堂 IP， 好，不管怎么样，你都会觉得天堂比较好玩，哦 ，LV 比较好玩。那只是因为它叫天堂，它今天如果没有这个 IP， 没有这两个字，你觉得还会有那么多人玩吗？所以我觉得你们要跳脱一下那个框架，不要一直被那个天堂这个 IP 限制住你的框架，就觉得这个游戏真的很好玩。它就只是一个天堂皮的粪便而已啊，有时候可以体验一下不同的游戏啊，虽然它不是天堂的 IP， 但是游戏体验绝对是比它好很多。现在微笑抽卡，干，我看到这个抽卡结果我是笑不太出来，连纸的都很少哎、欸，很久没抽到金了哎、欸，怎么有办法有人每个礼拜每礼包都可以中金啊？到底怎么抽的啊？哇，三个哎、欸，如果说三蓝，很少看到三个红牌、欸。波比，等一下，哎、欸，中了！你、欸、看开始去就中了哎、欸，我操，一只了。早开斗魂就三金嘛，欸，现在是这个没有金斗魂的高战应该不多了哦。我看那个跨服打架，那个金斗魂飞来飞去，我还在用紫色的，难道斗魂也要保底吗？要骂才会出金，你看丁特一直骂，不是，我今天已经骂整场了，欸，就是我骂那个 W， 那我刚刚很气耶，欸，我刚刚 W 那个我想到我就很气耶，欸，是真的很气那种，欸，就觉得刚当初怎么会在那边按那个紫气按得那么开心啊？到底是哪边卡到音啊？我当初按那个紫禁怎么都没有人阻止我，那个紫禁按68次欸，68次喷了100多万台币欸，一个晚上欸，然后大家还在那边看热闹，现在想起来真的是很不值得。对啊，我看聊天室都说抽啦抽啦，按啊按啊，下一次就中，记得吗？然后就按了68次，但在场应该很多共犯在里面。这个好像是金色的，各位观众是不是金变？欸，塞维拉超强卡池，各位观众，让你们看一下这张卡池有多香。单抽重金，隔挡3%，一般防御4%，绝对回避地伤5%，命中1%，隔挡贯穿4%，总共7%，再一点绝对回避。这张金卡真的超补哎，欸！你看我这个镰刀局变就是插这个卡池，卡一个洞在这里，被我抽到了哦。这张是一定要收的啦。但这个隔挡贯穿哦，其实打中小克没什么用，因为中小克格挡都不高，这种都是拿来打恶魔那种可能有差。如果你的格挡贯穿没有超过他的格挡，他会格挡，打他伤害都减半了。但你如果格挡贯穿够高，打他就是实打实的伤害，打高战差不多了。今天让我中一层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来挑战一下史诗的这个。哇！今天是变身日啊！哇操，变身今天三金欸，哇操，这个火好爽啊，欸，现在差1234567差7张卡池，有机会哦，各位应该可以合一发成变，因为我们金保底快有了。为什么每个角色都长一样？哪里长得一样啊？哪里长得一样？细节 OK， 种族不同啊，有一些欧巴的，但没有长得一样吧。他的模组可能套用的模组是一样的，但外表应该不太一样。不是啊，你要这样讲，至少比天 W 好吧 ？W 你看那个巴列斯出几个颜色，记得吗？白夜巴丰特啊，我永远记得第一只这个一样的这个红变出来，干真的很靠北，也不重做一只，然后用同样的东西，然后换个颜色，色尾那个比较夸张吧？你讲那个一样，我真的没话讲啊。至少他这个脸还是穿着至少不一样嘛。靠北那个换个颜色而已，超级偷懒的。还有什么钣金盔甲死亡骑士，哦，各种死骑换个颜色而已。放假的琪琪，戴帽子的琪琪，问号来。虽然像这种啊名字很像，但至少他的模组长得不一样嘛，对不对？他至少要重新设计过嘛，他不是换个颜色就出来。虽然琪琪也很夸张，琪琪有3只，但是不同版本的琪琪。哦，小恶魔琪琪、戴帽子琪琪、放假的琪琪，虽然都是琪琪，但这只有多了一只狗啊，还多了气球，对不对？这只多了帽子跟这个扫把，还有一只魔法棒。那，啊，这只哦，这只就是最初始的版本，虽然它套用的是一样的，但是至少有一点变化，它不是只是变颜色而已。哦，如果是天堂，它就会变这样子的哦，小恶魔琪琪嘛，然后它这边就会变成红色的，然后这边就会变成蓝色的，就变成色尾版本，都长一样，都长这样子。波比嘞，波比，需要你了，波比。波比帮我们这个卢卡斯山的玩家已经圆了好几次梦了，这个波比庙不能不信了，直接收了吧，刚好可以合金合成。
手在抖啊，各位你看我的手啊，全服唯一一把加十金五哦，我玩 He Two 以来最紧张的一次，合成都没有这么紧张，因为合成已经合到麻痹了，但这个只有唯一一把，到底今天晚上我们 He Two 第一把加十一或是加十二金五会不会诞生？在我们 TJ 前夕12月5号的晚上10点25分，3、2、1，GO！